当韩师傅和小团团 PDD 十七手一起玩吃鸡，这个阵容就是十七手做打牢局，韩师傅上来就自取其辱。哎，老朴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行？这里面谁最菜呀？讲真的啊，讲真的，就发自内心讲嘛，发自内心讲。你在我内心是无可替代的，无可替代的什么意思呢？无可替代是什么意思？对，就每次问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下，你在我内心是无可替代的。行，好的，回答非常满意。看到 PDD 的麦凯伦皮肤，韩师傅也有点羡慕。我也准备要搞一个，等我二连击的时候我就搞一个。你不想买就直说，搞什么二连击？那是应该搞不太搞得了了。第一跳来到 P 城，哎，我这里有一个。人太多了，我这里跳一个，我先自保吧。先躲起来，离我很近，我把处理了。PDD 这边先倒了。哎，我哎，等一下，你们是狙击队是吧？好，好，你们这种亏着过来的，确实不讲道理啊！你们就别补我好吧？你们三个人直接过来冲我，被这三人圈养起来，各种玩弄折磨。他想把我叼走。好，行。哎，走了吗？没有，他们在玩我。这也太痛苦了吧！我一跑出去，他就把我丢到房间里去关起来。我给你个大电脑。OK。来了！哎呀，你们这个没意思呀！你们不要搞嘛，不要搞！你们三个人前期直接来冲我，你这怎么操作？不是你脸上现在三个吗？对，三个，那别打，等会儿决赛圈见，好吧？决赛圈大家。好在十七兽赶来。好呀，放心，何在呀？感谢金鱼。哎，哇，有吕布！牛的！我靠！牛的！继续回到韩师傅这边，不是也被击倒？完了！哎呦，忙不赢了，我去救师傅。为了救师傅，团团硬是把绝地求生完成绝地求饶。他不补了，他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。别打！他把我打倒，他就走了。可以，兄弟给面子。可以，给面子，可以。别打！好兄弟，兄弟们别打。他来了，他就在那。别打！他别打！他蹦。别打！哥，别打！哥，别打。躲起来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他还真不打。谢谢，我走了，谢谢。行，诚实。今晚梅开延迟，狙击队格外多，平时都是和布里茨斗智斗勇，哪见过这种场面 ？CPU 都差点干烧了。好，我就。哪里？又来了，狙击大队又来了。外面。哦，这个教堂。没啊，教堂了，那教堂了。教堂楼梯两个。外面三个，他走了。哦，这个教堂，没教堂了，教堂楼梯两个，教堂楼梯两个，三个，教堂楼梯全是人。对，三个。咱们玩一会儿，其实可以走，我们太过了。这个红楼大楼还有一车，红楼大楼还有一。教堂楼打一个，教堂楼打一个。外面。这边董卓谎报军情，他被炸倒了，白胖子被炸倒了。吕布上当了，我确定他被炸倒了，我确定。啊，完了！啊，这个人直接冲出来了。那个二层楼有一个人，红房子有，他一滴血，白房子一滴血，经典一滴血，白房子吗？这边是剩下师徒两人，这位师傅肯定是，嗨，哎，你们楼下来人了，对，不说，哎呀，第二局跳伞 ，PDD 想忽悠一下狙击队。假装标点，实则跳其他方向。你们跟随我，我随时会跳，你们跟随我。可以，我跟他们来个计策，好吧？我们先暂定跳这里。好。狙击的真的千万别来，真的一圈。等等，过一会儿再来啊，让我们发育一下。狙击队不知道有没有骗到，韩师傅倒被骗到了。哎，不是，跟随一下嘛，哎，跳错了。哎。哎呀，这波是路回头呀，这波是。但是有两队啊。哎，怎么说？我这波使用的回头战术。我落下了。
你回头再说不跟我说一声啊？啊，说了他们就知道了呀。大部队这边不是很顺利，团团这边先倒了，连吕布也倒了，韩师傅这边也被抓住。啊！一枪头，哎，完了，我被叼走了，叼起来折磨。啊！我被叼走了。什么意思？没杀，没补你是吧？哎，没补，没有补。哎呀，我怎么说？还想把他扛过去？刘哥有没有说法？刘哥，我就在你的不远处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他们三个人啊，先哎，他扛着找你去了，他好像有点说法的。把韩师傅扛着当人质，引皮滴滴过来。皮滴滴最后也被各种夹击。哎呀！第三局开始，队友这边打起来了。韩师傅经典局外人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哎哎，楼上二楼，楼梯楼梯，最后一个人。关键时刻还得看小团团。你切到后排。是。有的。哦。差一点点，但傻傻不行舔包第一名韩师傅此刻登场，好猛啊！啊，我负责舔包。这边韩师傅走着走着，突然出现一个人，试图趴在地上装死。喂，我这有人，我操！哎，这个人很瓦，很瓦，这是很瓦，来交给我。让我猜一下，这是打你的屁股没打到吗？不是，我趴下来了，他没打死我。这里韩师傅发挥不错，再次击杀一人，一滴血，没了。哎呀，我技术是不是有长进？是，有一点，说实话啊，有一点。对，但你刚刚打倒那个人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他队友在哪？知道呀，在他身后呀。错。是他在他队友前面，弹幕弹我这弹幕在说鬼使东不打不玩撸啊撸了，他退坑了是吗？对，说因为他发现不管他怎么杀他都是错的。很快来到决赛圈，韩师傅玩着玩着突然发病。我来架，算了，我跟你在干嘛？你好捞啊！别发病了，团团这边都被打死了，空投落下来，韩师傅继续发病。来投给你，你是狙击手，来投给你。我不要。我全家过来了。最后也是差一点点吃鸡，拿下第二名。最后两人同时发病。他姐妹，哎，去吧，很快，太浪了。还有韩师傅是怎么做到杀四个人就100多伤害的？在很多年前，韩师傅就在想，怎么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厨师。一位高人告诉他，什么时候你只需按一个键就能喂饱观众，那时你就成功了。得到高人的指点，韩师傅每天都来到峡谷交流病情。你现在就螳螂来吗？我也不许你，也是双杀的事情。来人了是吧？无所谓，来嘛，来。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一刀。但渐渐的发现，按一个键就能喂饱观众，这种操作根本不可能实现。慢慢的，他就把这句话抛在脑后。直到这一天，韩师傅和往常一样来到峡谷交流病情。眼前的武器正在召唤宠物助阵，高人说的话一一浮现在脑海中，兴奋和激动如同洪水般浩浩荡荡，哗哗啦啦的从他心里倾泻出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峡谷先锋。贾克斯跳眼跳个峡谷旋风子。这一刻他终于明白，这就是他想要的操作，那个只需按一个键就能喂饱观众的操作。学成归来的他迫不及待地在直播中给大家展示出来。哎，我操，看峡谷吗？这个是峡谷，有峡谷不是摸眼，我操，捞得长口水。看着满屏的弹幕，韩师傅知道
这一路的辛酸与苦楚都是值得的。